就是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那上街也是白天晚上戴个口罩出门很正常。哦，装大牌，对，常常会有人说装大牌，不是有人说我就是人啊，不是这个，不一样，我们就这样，因为我们的口罩 size 好买，你可能难一点，那跟不一样，要戴安全帽的。我很想说一句话，我觉得你想看啊。这个是有来有，我先等什么咖？你怕人家认出来？我先等控诉完，我告诉你这戴口罩的来由在哪里？是吗？对对对，真的真的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列兵友？不是，我觉得他根本搞错他的重点。我不知道他戴口罩到底是想吸引人家注意，好像我是明星，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对，而且他其实都遮错重点，欲擒故纵。哎，他的重点就是在他的眼睛跟他那个痣，他都没遮起来，都遮。谁戴口罩会遮眼睛呐？我戴眼睛。因为他戴的口罩还是非常好认，而且重点是他经常戴的时候会在重要时刻口罩不是戴着的，口罩滑落，滑落在下巴这边。哦，那就是一种造型咯。对啊，想让人家认出来，为什么要这样搭配？认出来，认出来。其实刚好今天趁今天刚好是我戴口罩上街满一年的，刚好一周满，哦，你还算蛮有经验。这个事情就要跟大家娓娓道，因为去年的今天刚好是春风的生日哦，现在我出了一件蛮大的事情，脚头山，而且你好意思控诉我，那一张从镜头看照片就有你在里面，你就是戴着口罩的那个人，我没戴。然后那一阵子新闻这样爆完之后呢，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不太敢跟朋友出门，那只要出门的时候，我会怕我的形象影响到大家，然后大家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就想，那你应该戴全罩式安全帽，试图有想过。没有，我就不出门嘛。后来出门之后，我就戴着口罩出门。这张脸是爹生娘养的，我们有什么好去挑剔他？我们这个又没有做什么坏事，走在路上。但那个时候大家认为我没有，他就是有做坏事。社会新闻，社会新闻，他有，很怕影响到大家嘛，我就戴着这样出门的，戴着戴着，哎，久而久之就习惯了。OK， 也是隐藏一下嘛，不然这张脸出去吓到别人也不太好。还有吗？你的质疑。啊，他戴了口罩就算，如果真的很想低调的话，但他的穿着又非常高调，他一定会全身上下都是罗志祥的牌子。啊哟，潮，停一下嘛。什么？停一下他的朋友的牌子啊，也很好啊。不是，你穿罗志祥的衣服品牌，是他的品牌在挺你。我自己花钱去买的，清楚关系。我都是花自己花钱去买，还没有打折哎。不是赞助啊，是赞助啊，他也没有赞助，都花钱去买。是，也是。对啊，你这个哦，人家愿意让你穿不错。对啊，还穿呢，真的。来啦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还有吗？然后他，因为他就是跟罗志祥交情很好，他经常出去说，不要，我保护我哥，保护我哥，这是我哥，就是什么都我哥这样。少来了，他有加油添醋啦，就是会保护一下他，本来就是啊。你这个，我跟宪哥出门，我也会是有什么事情就让我先去外面啊，怎么会让大人大人物？他讲这是真的，唯一有疑问的是我没有跟他出过门。要抓，意思是这样，不是合理啦，兄弟嘛，打比方。那对啊，我们讲真心话哦，这个艺人当然比较大根跟这个小猪对对对一起出门，是啊，可能小猪会引来更多的人嘛，对对对，他去 cover 一下，这个合理，这个哎不要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没有分大小牌的，直接实测一下，看你这心理状态是什么，对，来。这是韩星跟日星的偶像才会这样干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戴口罩吗？是为了要避免造成大台北新一区大家的恐慌。口罩这种东西竟然会成为流行，这才奇怪。你不信是不是？好，我戴着口罩就这样走一圈，让你们知道有多少人还是知道我是个大明星，这个小帅哥，那你知道我是谁？好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敢来这？对。一哄而散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其实都知道我是谁，他们只是害羞，不好意思来打招呼，因为看到明星嘛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我宣布一下认出你的人数。
零个。我平常这样低调哈，帽子、口罩、眼镜，代表说真的是可以过好一般正常人的生活。但我等一下把口罩这样拿下来，大啦啦的走在信义区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包场。哇哇，哎，还靠那么近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谢谢谢谢。他叫我寡变，是你们要逼我的，我得拿出我的杀手锏。绝招了，绝招！滴答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今天我真的是很开心，所有的朋友来新一区，今天我大根在这里呀，希望每个人都会很高兴。艺人，艺人就很重要了。比起我戴口罩零人，这一人很有可能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。我就去一个人最多的地方，让你们知道。现在呢，来到我的主场，台北车站。我手上有个计步器，只要有人认出我的话，我就加一下。今天这个表，看来我是要按爆了。你们看，我再投一次。一个，就一个，厉害吧？可以啊。嗯。是什么意思啊？进去就行。又要靠近。你坐着，人家根本。你在算数学啊？打伞。是，我们在做一个空间观察。空间观察的作业哦。也没有认出来，没有认出来。好的，他们在做作业，而且他们很专心，他们根本就不理我。现在已经剩三分钟，绕完这一圈我们就来结算成绩。OK 啊。我寂寞寂寞久啊。这时候谁要变？你已经被世界遗弃了。太惨。告诉观众朋友，这半个小时以来有多少人认出你？哈哈哈！三个人，哇！恭喜你，今天总共被四个人认出来。有四个人。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那以后不要戴口罩了嘛，不用遮了。四个人认出来，我讲真心话，真心话一句，好不好？你已经是艺能界。的一个边缘人，你还把自己更边缘，你还把自己往悬崖里面推，那什么时候要红呢？哎，对啊，应该拿下来。好，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们不会，我知名度也很高，怎么样？你能不能讲出一个你的代表作？角头三，应该就是角头，角头里面几百个演员，谁在乎你打根嘛？对他其实没有拍过，不是。我真的是很开心，遇到你问我这个问题。好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就还是有了。像我在继续唱歌，还是你们刚会觉得赵哥的话题是很伤人，你这个有点更伤。但是呢，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是好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他没有拍过《角头三》啦，其实没有了，没有，他没有拍过。我拍的是那个周刊的封面，他是跟人家打架。哦，对，可社会人家以为。这连我都不知道，对对对，北欧了，北欧，好吧，北欧副业做者是对的，但是节目更用心、更努力，总有一天你能成功，好，好吧，好，加油，来来来，会找座，会找座。